你别急，我去帮你追啊！ 身上还有伤，当兵打仗也长的。当过兵，打人问鬼子的时候，要不是实在没办法，我也不至于在街上干这个。抚恤金呢？那点钱都干嘛的呀？本来想在老家找两亩地，谁知道现在就差点被飞了似的。 好了，以后别再偷了。去和平街的冲回饭店找李老板，就说是一个姓沈的人介绍的，他会给你个差事走。好了。 醒了啊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这是在医院。刚才是我打的你。 我不会真的把你打傻了吧？没事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刚才我也在追那个小偷嘛，然后天太黑了，我看你拿着那个包袱，我弄错了，对不起啊。我看你才傻了呢。哎，你慢点。 你感觉怎么样啊？你要干嘛去啊？这回真傻了吧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刚才大夫来的时候说你头上这个伤，咱们最好再去大医院看一看。用不着。别走呀！